好，你能为你的梦想、你的兴趣去付出多少？说我要拿第一，我要当冠军，但是每天都躺在床上看手机，那你就会离月亮越来越远。而且我觉得六便士有很多，月亮只有一个，你应该知道怎么选择。谢谢你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好，一切都会好的。